我是1976年元月进入茅台酒厂，师从于勾调大师李新发厂长，工作40余年，中途与国家原子研究院、贵州省科院、四川大学、贵州轻工科研所承担对茅台酒勾调老熟实验课题，现在退休以后受聘于华贵酒业集团生产勾调研发总工程师。酱香型酒在白酒里面堪称御液之冠，它的微量成分达千种之多，其中酸、酚含量很大，与葡萄酒是同工异曲。酸主脾胃，酚软化血管，是健康的好酒。要有工匠精神，从每一个轮次的品鉴，每一瓶酒的勾调都需要精细的一个个小样实验，反反复复，一次一次的做得更好，让爱好酒人士喝上真正的好酒。